屏东县长治乡为了缅怀六堆客家人英勇抗日的精神，17号上午举行的长治忠义文化祭祭祀活动，可以看到现场延续以往的传统，以三线礼祭典仪式缅怀1895年火烧庄战役中奋勇抗日而牺牲的六堆烈士。这回活动在长治火烧庄烈士祠公园来举行，不仅是地方盛事，更是传承客家文化的重要平台。